轻松的状况之下，可以摆出一些 pose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在家都可以呢，食材准备也很容易。然后呢，无花果呢是当季的新鲜水果，非常好吃。然后我们爱心推出来了。好，爱心推出来。对，然后来到我边。OK， 这摄影大哥也是很会设计一些 pose 哦。